life, here's life, that's life. Sing a song of life. Every heart beats a miracle. Feel the rhythm growing day by day as we go. Look inside, your body is humming with a million drums that are drumming. Ooh. Your lungs get ready. Ooh. Celebrating the joy that's life. Here's life, here's life, that's life. Here's life, here's life, that's life. Everything is singing. Your life, my life. Living a piece of the melody. Ooh. Smaller, bigger, bigger. Wonderful life. Being a part of the whole. Holding hands, we are a chorus. As we follow what's before us. It's harmony that binds us. Here's life, here's life, here's life. Take the road to wonder. Your life, my life. Where the wise and the wherefores hide. Join us and discover. Celebrating the joy that's life. Here's life, here's life, that's life.好不好？要不要我来告诉你们一个故事呢？这个故事呢，就可以回答你的问题了。在从前呢，在古希腊的地方，有一个非常奇怪、非常奇怪的怪兽。我以前没有看过你，你这个怪兽好奇怪啊，又像狮子，又像女人，又像老鹰。保重啊，西里帕斯，出问题的人是我，要是答不出来，我就吃了你。我是人面狮身的史芬克斯。原来你就是他啊！好吧，你出个题目让我回答吧。好，什么动物是早上四只脚，中午两只脚，到了黄昏三只脚啊？是昆虫吗？是只乌龟。是长颈鹿。不是长颈鹿，应该是有根拐杖。想到没？一根拐杖，人嘛，这就是答案呢、啊。在人是婴儿的时候，用四只手脚在地上爬，接下来成年就用两只脚走路，到了晚年借助拐杖，就是用三只脚来走路。我怎么样？我猜的没错吧？猜出他的谜语就跳崖自杀了。孩子啊，爷爷现在是用三只脚走路，所以不能够踢足球啊。爷爷，人为什么会变老啊？彼得，这我们身体会疲劳啊，随着岁月的增长而使得身体机能老化。就拿我割伤的手指来说吧，它就没有你们年轻人痊愈的快啊。而且身体的每一秒钟都会有几百万个细胞死去，必须要有新的细胞取代才行。爷爷，这个真有趣。你的意思是说，细胞的诞生跟死亡跟我们人类一样？当然了，孩子，就拿你手背的皮肤来说好了，上头呢就布满了许多死去的细胞啊。年轻人根本没有必要这么匆忙嘛。看我的。俗话说得好，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嘛。事情就是这样嘛，死亡的细胞由底下的新生细胞所取代，人类的表皮细胞不会老化的原因就在这个地方，因为皮肤不断的换新，细胞可以使你的指甲成长。
其他的像可以使你头发变长，另外细胞也可以愈合你的割伤或者是擦伤。这个当然了，这我只是当细胞运作正常的时候了。其实呢，在我们体内还有很多事情在进行啊，比方像那些组织该维修或者是更新，不要提那些对抗侵入的外来病菌。其实说真的呢，细胞的确给了我们很多的恩惠，有细胞才有我们的成长，这就好比是个奇迹一样。细胞都能不停地更新，那我们就不可能变老了，是不是？你的记性还真差，孩子。记得我以前跟你们说过，细胞随着时间的增长会越变越衰老，分裂的时候也会加长。比方说像神经细胞，每天还会死上上千个，而且不再替换了。你想想看，再过几年您就满90岁了耶，像您活到这个岁数的感觉，我实在无法想象。虽然前头的日子有限，可是您还有美好的回忆。这什么话呀，我前头日子还多得很呢。孩子们，我的未来就在你们的身上。在我年轻的时候，我的染色体跟我妻子的染色体造就了一个生命，那就是我们的孩子。这个时候呢，我就在这场永恒的接力赛里面交出了我的棒子。你们的父母呢也是这样，结果呢，在你们的身上也有一点我们的成分存在。等你们有一天有了自己的孩子之后，他们也会有你们的成分存在，当然呢，也会有我的成分。这就像一条永不停息的血脉，绵延生生世世。因这其中呢，真正不朽的是我们的基因嘛。因为这正是我们遗传生生世世的东西，所以我说呢，这是一个永恒的接力赛。这个没办法修了，我没有办法再替你修了。我看你还是去订些材料盖一座新的比较好。这个我才不要做呢。哎呀，老天哪，你为什么不要呢？你看这里有个 U， 而你是个 A， 你们应该搭配在一起的呀。我才不要跟他在一起呢，谁晓得他是从哪儿冒出来的。你讲点道理行不行吧？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啊？这个核糖酸小体是越来越烂了，少掉蛋白质，算我们走运。我还以为这个情形啊早就爆发了呢。现在的细胞的情况啊，实在越来越糟了。你看，主人，现在一切是大不如前了。难道我们不该维修一下吗？现在真的是很糟哎。哎，主人，你还期望什么呀？我现在年纪也大了，谁能不屈服在岁月的脚步下呢？即使像细胞、白血球都一样会衰老，任何事物都没有办法避免衰老。循环系统也会衰老。现在我们来看看高教授他们一行人。现在老教授也要休息了。其实在这种衰退的环境中，谁能不累呢？哎呀，爸爸，爸爸，你现在快醒一醒，孩子们现在过来看你了。爷爷，你怎么样了？老样子啊，像我这个年纪也不能期望太多，现在大部分时间都在睡，不过至少并不会感到悲伤了。就算我的时候到了，我也会走得很安详啊，因为我知道我的血脉将会承载你们这些后代身上。你们知道你们的鼻子跟眼睛颜色都是遗传自爷爷的吗？这就是我遗留在你们染色体上的东西，所以干嘛要悲伤呢？因为我将要活在你们的性格当中，你们每个人呢都将有我部分存在啊。
快让我出去，不要把我拖回去啊！我必须离开这里才行哎。该你还是先把手拿开吧。你看，都是你了。我们这群二氧化碳又要被挤压在一群氧气的下面了啦。嗨，很高兴认识你。你不是早在上次的呼气中就被排出去了吗？怎么还在这儿啊？对啊，可是就因为肺部不够强健，所以没有把我们排出去啊。我现在已经出不去了。我的那个孩子跑到哪儿去了呀？孩子在哪儿啊？可怜的小胖，你真恨透了二氧化碳，对不对？可是啊，你还是没有办法摆脱的掉它，现在连心脏都慢下来了，真是差劲呢。现在连安全警卫都睡着了呀，好极了，兄弟们冲啊！老年人的心脏不像以前那样跳动有力了，心脏的瓣膜也开始出现漏洞，在心脏的这个动力中心也无法继续维持他健康的心跳速率。我的天哪，一分钟才跳50下，这实在太低了，这该怎么办呢？现在供应大脑的氧气好像不够了，我们必须加快呼吸跟心跳的速率呀！快点，这是紧急事件呢！动作快一点！我刚才接到大脑传来的紧急讯息，拿过来，增加心跳，从每分钟50次增加到65次。可是我们现在已经降到每分钟40次了，这样是不行的，心脏要是没有足够的氧气根本就快不起来嘛。哎呀，心脏如果再不加快的话，我们就要完蛋了呀。哼，闪电，你快点传下去，把这个讯息传给心脏。好，我这就出发，可是我没有把握到得了，我实在是跑不动了。哎呀，糟糕，神经讯号没有通过。好了，终于到了尽头了。其实我早已经过了退休的期限，再会了。喂，生的是男孩啊。左边有些黄色的东西。好像是红色，大概靠在左边吧。什么好像红色，大概左边这一类的这个讯息叫我怎么使用呢？这根本是太模糊了嘛！从现在开始，所有的感觉资料我都要非常的精确才可以。现在把讯号传进来，反正你们迟早都会学会。这是大脑传下来的一个命令，
将手往左边移动一点来抓住某样东西。主人呐，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啊？我知道刚开始的学习比较困难一点，可是他会学得很快。虽然当婴儿出生的时候一切器官都已经具备了，可是他还是必须花点时间来学习如何辨别颜色跟形状，当然还要学习运动的协调性，这就是我们所谓的知觉的发展。把讯号传下去，我们来看看血液流得怎么样。干净的水，谁要买我干净的水哦？上等的好钙啊，便宜卖哦，上等的好钙、啊，上等水，健康的骨头跟强健的骨骼所需要的物质啊。水，干净的水，谁要买干净的水？水，干净的水啊，谁要买啊？所有的小朋友呢都需要钙，要有健康的骨头就不能缺少钙质、嗯。那水呢？水也很重要啊。小子没有水，他活得下去吗？哼，才怪。哎，你们不要挡路好不好啊？这些蛋白质是要制造肌肉用的，一刻都不能耽搁，快让开。每个人都好忙碌，我喜欢这个样子。我也是啊，其实新的生命刚刚开始，是有一大堆的事情要做的。你们看，那是不是乒乓球警卫吗？哎，现在啊，真的有好多事情要做，比方说要教这些警卫怎么对付病菌啊等等的。他们不是早就会了吗？没错，他们早就会了，因为这是遗传自母体的血球因子。他们在这儿呢，是来保护身体免于遭受病毒或者是病菌的侵袭，好让小婴儿体内能训练出自己的警卫力量啊。这些警卫是在哪里训练的？就在胸腺呢，也就是人体中的警察学校。各位，我跟你们介绍，这位是皮特上尉，这位是希克雷中尉，他们两位都是淋巴球的警卫军。他们是从母体中调派到这儿来的，来协助我们训练过程，帮助我们建立安全力量。这几位教官会教导我们中央突破的窍理。这个是葡萄球菌，这是个链球菌，看到就杀。感冒的滤过性病毒是非常危险的。同学们，有谁能说出这是什么友善的细菌？大肠菌，大肠菌，大肠菌以外的其他都要消灭掉。你看，是爸爸回来了。哎，回家真好，小乖乖。你好不好啊？宝宝，我长大以后要做一个太空人哦。是绕行轨道的最高点。以下这是根据原先提供的数据，包括轨道内燃烧的时间，还有火箭中填的那些炸药数量，还有轨道最高点的高度计算。当人在地表的时候呢，心脏借由地心引力的协助，很轻松地把血液往下运送。可是当血液往上运送的时候呢，就必须抗拒引力的拉抑。如果在没有引力的地方，人体的重量成为零的时候，心脏会跳得比较快，还是比较慢呢？上下来。各位同学，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学科训练到今天为止，从明天开始呢，你们就要正式的学习了。明天早上6点，我们要起飞到哈索太空转运站去，然后进驻到荷鲁斯太空船中。它是利用离子喷射动力的，它的动力呢比原子动力型还要强100倍。这次的任务呢，有没有人要自愿参加的？7 6 5 4 3冰淇淋，我还以为是发生地震，原来是肌肉在收缩啊！不太对劲儿哎，我怎么突然觉得全身好痛哦？为什么我突然觉得自己重量增加了呢？我刚刚还计划来一次漂亮的感染呢，这次叫你失望了是不是？船舱内现在恢复正常的气压，请准备系好安全带，因为我们马上就要进入无引力的状态中。等我们进入轨道之后，会关掉我们的动力。好了，注意，关掉动力。以前我还以为我重的不像话，现在我却像羽毛一样可以飘起来了。
我想一想啊，我想应该是没有地心引力的缘故吧，大概是这样。我喜欢没有地心引力的环境，真是有趣耶。气压现在是一大气压。兄弟们，这是一个好的开始，我们要占领整个太空梭，不得有误。天哪，你感冒了，这可能会很麻烦的。即使我们在发射前把全舱都消毒过了，太空舱难免也会有病毒存在的。好了，现在就马上采取行动，首先处理你们体内的病毒，先来一剂阿法抑制蛋白来活化你们身体的抵抗力，第二呢，穿上你们的太空衣，打开气门，开始。消毒完毕，气压现在恢复到一大气压。你们把太空站看清楚，现在应该是可以看得见了。是的，上校。哇哦，哇，棒了，真是太棒了，好棒啊！麦斯教授就不用我再介绍了，他是我们本世纪最伟大的科学家，也是这次星际远征的领导人。你们这些经过精挑细选的200个家庭终于来了，你们将要携手参加人类最具有冒险性的星际拓荒旅程，而我呢，也感到无比的骄傲，因为这一次是人们亲自参与，而不再是机器人或者是电脑。早在这个21世纪初呢，由于基因工程的卓然有成，终于研究出超级的品种了。有优秀运动员的体魄，另外也有最大的大脑。同时，次人类专门负责较低下的工作。在那个时候，甚至也出现过鸟人、鱼人。在混沌之初，世界是由狂人来独裁统治的，但是终于有一群不甘受压迫的人起来反抗。一小撮有野心的科学家，为了使他们自己能够长生不老，决定将巨大的电脑安装在自己的大脑之内。这套电脑呢，原先设计是打算要提供给灵魂一个永久的躯壳。我想你们大概都听说过这个超级大电脑，可是这部电脑却有很大的缺点，它变成了一部自大狂的机器，它自认为比创造它的人类还要优秀。向我膜拜，我是超级大电脑。一群有血有肉的青年志士终于打败这部机器，把它给关掉了。现在由血和肉造成的一般人类即将要来进行这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冒险行动。在我的船队当中，我们拥有功能最强的电脑，如果有人想要查阅全人类所有知识中的某一个部分，只要植入一片晶片就能够进入资料库中。这部电脑的容量超过人类的脑容量，一般来说呢，人的生命都是有限的，我们的寿命顶多是100年而已啊，但是我们要把握这个短暂的时光去探测星球，探访永恒。我们的太空船利用离子动能喷射，速度是非常惊人的。不过就算我们能够达到像光速那么快，要横越我们的银河系起码也要25万年。此外呢，想到距离我们最近的星座仙女座还必须花上10倍的时间呢。这就表示呢，只探测银河系中的太阳系，以寻求适宜居住的星球就必须花上好几百年或上千年的时间。当然了，我们这一代是没有办法目睹到成果的，这个成果的创造呢，将由我们下一辈或下下一辈的祖先来完成。等到那天到来，人类跨出的可能是很大的一步。最后呢，一条从地球出发的星际航线将会接通在新的殖民地上，那天将会是人类同感光荣的日子。
也许在那遥远的一天，留着我们血裔的未来子孙踏上新的星球，我们也将会与他们同在的。没错，我们也将会到达，在我们子孙的身上正有我们代代相传的染色体。是的，我们的染色体一定可以迈向未来。